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土耳其的阿拉丁，跟童话故事里面的阿拉丁同一个名哦。香菜来了，牛肉饼来了。这个是俄罗斯形状的土耳其牛肉饼，哦，这个是牛肉饼，对。这就是我在福州开的土耳其餐厅。也是为福州朋友打开一道了解土耳其文化的窗口。干杯！我在土耳其的时候，当年我妈妈也有一个多啊，说的是七道。妈妈说：“阿拉丁，这样就让你做一千个人。”我说：“妈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做一千个人？”他的意思是。让你争取给你一千个贵人的意思。我来中国的时候，其实很多人帮助，所以我妈妈的祈祷就是。我自己也有一个愿望，因为我小时候就喜欢看李少龙、成龙的电影。渐渐的，我爱上了中国武术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决定了来中国留学，并学习中国武术。孩子们，这里是咏春堂，师傅等我们，我们进去吧。嗨，阿拉丁，师傅好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师傅，我今天带孩子们过来学咏春。欢迎啊！你为什么来中国学武术？因为我有个中国武术梦，学好中国武术，然后呢，带到土耳其。中国武术它不仅仅只是力量，更蕴含了儒家的思想，也就是。推己及人，这是中国武术的真谛。抱拳，喝点粥，拳有心法。在这里，不仅圆了我的武士梦，还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重视中道。不能光是中国的高级拳法，而是在手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升。今天我把孩子们带到这里来学习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体会到这个道理，可以让孩子们将这个宝藏传承下去。谢谢师傅。坐在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三方旗乡，感受到各种福州特色文化，每一次都会让我有新鲜的感觉。老板，这些是什么？这是福州三宝之一，牛角酥。哦，牛角酥好，这在福州特别有名。多谢是牛角酥。对对，牛头上那个角。牛头哦。古老的建筑，青石小路，和现代的高楼大厦既然这么的和谐。老板，你在干嘛？我这是打制肉月皮啊。哦。肉月皮就是用一块猪后腿的瘦肉，用这个荔枝木的砧板，木锤切切切打，打多长时间？要打20分钟。20分钟啊！哦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要。老板，这个肉宴的历史多久？肉宴在我们福州已经有大几百年的历史了。哦，我们这家店开了147年，传承五代了。哦，你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开心。哎，我在传承我的下一代。厉害厉害厉害！老板，这个肉变皮了没？这个肉打完赶上地瓜粉，才能做成肉做的肉宴皮。对对对，福州人什么时候吃这个？一般家里也可以做。我们福州人逢年过节。都要上这个肉宴，所以说午宴不成年，午宴不成宴啊，就这个意思啦。好，这个为什么他们叫是肉宴呢？你看看它的形状，圆头，这个像燕子的尾巴一样是散开的，是不是这个眼？对对对，这样飞，看看看像不像？哦，就像，哦，厉害厉害。我们现在可以让它下去，他们大概游泳多长时间？游泳3分钟就可以了。3分钟，哦，这个好大呀！这个是肯定是我包的。肉宴来了，老板，我煮的肉宴看看好吃不好吃？好期待哦！好，谢谢。
妈妈当年的愿望在福州实现了。福州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贵人，我也希望成为别人的贵人，帮助到更多人，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家人。七六八六不离喝酒。